漏水。冉冉，爹娘，儿子无能，让妹妹受伤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救救舅母！我和冉冉坐在船上聊天，结果冉冉没坐稳，掉进河里了。没拉住他，都是我的错。天儿，和你没关系，无需自责。两个大男人在哪儿，连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好。初儿，冉冉怎么样？掉进河里，呛了水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有些发烧，受了一些风寒。从今天开始，谁也不许带他出去，你们给我轮流看着他，好好看着。是。我知道了，舅母。